姐什么时候到呀？对呀、啊，想问姐姐什么时候到呀？可能她不来了吧。啊！子谦。我来晚了。你都想好了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我是想说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已经想过了，这三年的时间够久了。虽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彻底走出来，但是我确定，如果可以，你一定是陪我重新开始的那个人，就像这三年你陪着我一样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试试看。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机会，我也愿意为你去赴汤蹈火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苏小婉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。